竟然也是诈骗集团冒充的，最后当然是坑了老先生一笔钱了。没有听说，连续两次骗到，遇到一个诈骗分子，真的屋漏偏逢连夜雨，祸不单行，事主只能说自己很衰咯，而且是超级衰的那种。就发来链接，说你要拿钱，你必须透过某某网站来进行。如果想要追讨回所有的钱，那你必须先缴付总金额的20%，也就是12,000令吉左右。这笔钱呢是清洁什么户头、什么行政费之类的，反正那个名堂就拉开一边。那事主也没有怀疑，完全按照对方的指示去办。后来老千呢就以种种的理由要求事主。